在我国的一家动物园中养了很多只老虎，但是就有那么一只老虎很是霸气，一出场其他老虎看到都连连后退，老虎向前走一步其他老虎就后退一步，就在这只老虎不后退的时候直接躺倒在地四脚朝天，这是什么节奏？难道是在卖萌乞求饶过？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不可思议。再看看这老虎，
对啊，晃晃荡荡。嗯，对，你就拍这个大部队往上走。就这么排着队走的，你就别地方就看不着。不着，哎呀，壮观呐！在野外啊，这么多，这么的吗？那就是，那就是世界。Thank you.